日起早上大約10點至11點的時候，西隧部分的隧道收費是曾經一度是出現錯誤，咁咧運輸署隨即向隧道服務商咧跟進啦。咁根據初步調查所得咧，原本嘅正常運作嗰個收費表咧因為有人為錯誤咧更換咗一個舊有嘅收費表，而導致到個錯誤咧係收錯咗收多咗一個費用嘅。咁而家咧整個系統嘅運作咧已經係回復正常，受影響嘅咧大約有4700架次嘅車輛。咁隧道服務公司咧，亦都係已經退回咗3400個使用隧道嗰個費用噶啦。咁其餘嗰1300個因為尚未繳費嘅，所以就不受影響嘅。咁我哋都係好高度關注呢一件事件。咁我哋隨即要佢哋即時去調查，究竟呢個所謂人為錯誤係乜嘢咧？咁樣。咁我哋初步調查咧，我哋係懷疑有人咧係干預電腦系統而令到呢個收費出錯嘅。咁我已經請警方主動介入調查如果發現有人咧係違法嘅話，一定係嚴懲。咁而家咧，好似差佬係介入調查。西隧多收钱呢一个嘅事件，咁人哋都话捻咗系戆鸠鸠，人唔系出错咯。咁我有理由相信佢系入错嗰啲嘅 data table 嘅啫。咁而家你就屌你老尾閪上纲上线，就话人哋就屌你老尾即系有心即系冇合理嘅原因之下出错。屌你老尾，我哋够冇揾理由有合理嘅原因，屌揾你个捻头去做一个政务司司长啦，点你够做捻到啦？讲真的，你使得解释嘅咩？你咁啊，屌你老母嘅冚家铲，不学无术，乜柒都唔捻识，冚家铲！你惩教定海关出身嘅，屌你咩纪律部队嘅废柴？香港屌你搞俾你做政务司司长啊！屌你老母，你何德何能啊？碌 bird 咁样样，柒碌！你个捻样似乜捻嘢咧？你快啲退役！你退咗役之后咧，就屌你老母喺接棒啊 ！Ben 史雄就唔捻好做啦，你做神勇海狗院，屌你老母喺神盾海狗院啊！屌你咩做代言啊？最捻啱你咁嘅亏佬！系嘛，戆鸠鸠，得闲又冇事做就写信去屌柒人，系嘛？屌你老味系，喂好捻明显啦，即系人哋都认捻咗错啦，系嘛？你而家又话人哋屌你老味搞破坏，喂你真系搞捻到香港好捻危险咁样样。嗱，有一样嘢，我就即系换句话讲咧，陈国基咧就露捻咗底牌噶啦。如果大家有睇一个嘅香港人家书，又或者睇一个嘅英伦 low T。嗱，我哋真系屌你咩讲啲嘢，真系好捻准嘅。点解咧？因为咧，从阿陈国基呢一忽嘢所讲咧，我自己觉得咧，佢真系露捻咗底。个底系乜捻嘢咧？就系、是、你香港里边而家出现咗啲嘅明争暗斗啊！而家香港里边啊，人斗人，唔捻净止大陆呢，屌你咩屌本地人系嘛？屌阿星冚家铲系嘛？即系的士佬屌鸠个客。食环搞鸠，屌你老母煲烟嘅，系嘛？咁啊，食环搞鸠啲商铺阻街嘅，搞鸠个街坊摆啲豆腐出嚟嘅 ，OK？ 跟住屌你老母喺咖啡杯走去咖啡妹走去屌你咩抄牌，差佬走去抄鸠人哋的士佬牌，如此类推，全两部都系人斗人。你而家土共又好，屌你咩政府高层都系为紧啲资源啊，为紧啲上位，亦都喺度人搞人。咁呢个就系我哋一早就讲捻咗啦。你中共就最捻中意屌你咩与天斗，其乐无穷。你最捻紧要嘅，无论你屌你老母同出边斗，屌你老味将中国人、香港人仇视外国，将佢哋嘅注意力减少咗对你屌你老母国家嘅施政嘅不济。好啦，你哋内里边嘅自己嘅大内密探、大内总管又自己互相大家互噬，点解啊？你班咁嘅捻样，大家互打就唔会黐埋一齐去搞鸠我。咁所以你哋班捻样去互打互噬。咁我喺上面高高在上金字塔添嘅，我金字塔尖顶嗰个就会屌你咩好捻安全啦！你啲市民打大陆呢屌鸠屌你老尾嘅呢一个嘅新加坡游客系嘛？教师屌学生，家长屌校长系嘛？的士佬屌差佬，咖啡妹屌你咩打鸠呢一个嘅冚家铲巴士佬，食环就打鸠一百煲烟，大家喺度互斗。咁我社会就唔捻团结，又唔会搞鸠我中国共产党。嗱，呢一个就系中国共产党一直 set 捻咗要行嘅呢一个嘅方向。
你哋就仲有互斗，见而即报，屌你老母！大家就互相猜疑，唔想相信任，成个机漏紧咗底啦。讲真，你哋班捻样做嘢做得甩碌，冇捻料到监管不力系嘛？屌你老尾就紧噶啦，所以啲人咪甩捻晒碌咯。咁但系陈国基当然知捻到喺个屌你老尾系喺个选举嗰度，你记唔记得嗰个捻屌冚家铲嗰个主席喊啊？我做得咁好，点解会 fuck 噶？因为俾人哋煽鸠佢啊嘛。因为屌你老尾俾人哋屌你老尾煽镬嘢，俾陷阱俾招皮佢踩，最中捻咗咪孭镬啊嘛。你搞紧掂咗，你咪上位，我咪屌你老尾閪，冇人得搞，系嘛？你屌你老尾閪，我搞掂依一镬嘢，系咪我有资格做依一个嘅特首，有机会叫我？你梗系唔系咁捻容易俾你拉你落嚟啦。咁所以佢个 mindset 就会觉得佢个政府里边一定有内鬼，而当然唔捻讲得出嚟，佢就要彻查 ，OK， 运用佢 CS 嘅依一个嘅权力，屌你老尾閪，系嘛？是不是 CS 啊？即是政务司是吧？要这个权力去做这样的事，恐吓他自己和他内斗的人。当然也是同时之间就屌你们将这样东西上纲上线，亡我之心不死，什么颜色革命，勾结外国势力，屌你老闆，那些死而不僵的，屌你们的冚家铲恐怖分子支持黎智英的，屌你们的扑街在那里搞搞震，令到香港里面由乱变自由自及兴的这个 大道理做不到，就是这样，是吧？讲真，佢根本佢就系觉得有人搞鸠佢，屌你咪露捻咗下。而喺香港人家书同埋依一个嘅英伦 OT， 我哋成队 team 已经一早睇捻到依一个嘅大趋势，大家互相掹春袋，屌你咪插江门，屌你老尾喺踢啰柚，系嘛？大家你扇我，我扇你，所以整体嘅香港嘅团队一团糟，大家互相唔够协调，大家互相唔够配合，我同你配合。你知这个事件的这个 project 你揸旗的，我咪益鸠咗你，我梗系要你得得流流啦。你呢件嘅事件里面咁捻畅顺，屌你乜到你咪攞捻晒 credit， 我梗系要你屌你俾奶屎忽啦，就系咁捻简单啫嘛，系咪？所有嘅嘢点解会有咁捻低级嘅错误 ？Murphy's law 要 fuck up 就 fuck up， 因为你班捻样个脚头唔捻好，你班捻样屌你老尾閪，搞捻到啲 team 大家冇士气，冇 spirit。冇士气冇 spirit， 就算你俾对屌你咩少林寺十八铜人里面都有罩门，就咁捻简单。OK， 系嘛？所以就系咁捻样。好嘅，唔该阿 Fred 帮我嘅呢一个嘅，有时因为而家真系太捻多资讯喺度咧，有时真系捞唔捻切。好，就系咁捻简单。陈国基就露捻咗馅，系咪？就咁捻样咯。好啦，而家2500人喺个 chat room 里边，1000个 like 都唔够，希望大家帮帮手，系嘛？咁啊，今日咧而家已经10:25啦，咁希望大家咧今日咧即系唔好做到咁辛苦啦，早啲休息，早啲落班，系嘛，然后翻去啊，同屋企人咧就系做节，咁啊记得买汤圆啊，我食咗啦，你哋班捻样啊，买汤圆啊，屌你 ，K K 号啊，买汤圆啊，阿尖啊，买汤圆啊，拎拎拎啊，你哋买汤圆啊，廖小姐啊，买汤圆啊 ，Sena 你哋买汤圆啊 ，K D K 啊，你哋买汤圆啊，屌你老味 ，Doretta 要买汤圆啊 ，Candy 买汤圆啊，我提翻翻你哋啊，总理。买汤圆啊，记得买汤圆翻去啊，系嘛？伟哥食汤圆啊，嗱，伟哥今日咧你就记得去人哋应该嗰啲即系到做冬咧，可能今日都未必咁早，即系咁迟会开工啊，或者好早会休息。咁你记得就去铜锣湾洛克道嗰间大厦里边啊，出名嗰啲大汤圆啊，唔知上面14楼 A2 室嗰度啊，阿伟哥揿揿钟睇下佢啲大汤圆，仲有两粒红枣嘅嗰啲汤圆好捻靓嘅嗰啲好似。阿伟哥记得食吓两粒大汤圆嚟做冬过节啊！记得 ，OK， 好啊，好，仲有陈国基，我未等屌完你，仲有一样嘢，屌你个屁閪！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去信华盛顿邮报，反驳一篇评论黎智英案件同区议会选举嘅文章。陈国基话文章误导，同有严重缺陷。话黎智英案件嘅司法程序仍然喺度进行紧，任何人都唔适宜评论。又话所有案件，包括国安法案件，都会有公平嘅审讯。批评文章冇考虑客观事实，就抹黑香港嘅司法体系。又話對於文章嚴重誤解區議會選舉感到震驚，形容今次係一場高質素選舉，展示咗卓越嘅選舉文化同重塑區議會之後嘅優勢，有超過119萬個選民投票，可以見到選民渴望選出優秀區議員。
屌总理两粒高丸就好大粒，啊屌总理唔知有冇汤丸啊？我知道屌总理有两粒高丸，左边粒高丸咧就重过右边粒高丸嘅，咁啊所以左边粒高丸咧就抌地啲，咁啊即系右边嗰粒就好似高翻少少。通常咧身体比较热咧就离地咧就系越近啲，而家不过天口咁冻咧，两粒嘅呢一个嘅胶丸咧就应该就会黐翻个身体会多啲嘅。OK， 咁啊阿 Jody 好话多谢鳄鱼喺咁寒冷嘅天气陪伴我哋。啊咁啊，刚才个 OK OK 系我回应欧阳先生。OK， 阿 Danny 就话喺屋企里边咧就煮大汤圆食。咁啊嗱，不过咁啊，如果你老尾你哋班捻样唔捻做运动啊，食捻咗汤圆食五六粒，跟住咧就个胃咧就好捻难消化噶啦。你即系大家小心啲啊。咁啊，而家啊，即系呢啲咁嘅捻屌高官咧，就我都有讲过啦，最捻中意咧就人哋啲报章写你乜依样嗰样咧，咁佢啊最捻中意咧就回应，跟住就屌柒你。系嘛？咁啊，陈国基咧就又要屌柒佢哋啲报纸咧，话会抹黑呢一个选举，又话啲莫国安法乜柒柒嘢。哎，我都唔捻讲啊！究竟你知唔捻知死捻到临头嘅啫？系嘛？你知唔捻知？屌你老尾！我琴日呢一个嘅香港人家书，咁我同我老总讲，我都再次讲多一次啦。系嘛？即系我一直以嚟就觉得黎智英系即系佢好似咧就系要自己要祝圣自己，要做一个圣人。成件事嘅里边咧，佢就预捻咗牺牲。咁啊，即系要令到自己就系成为呢一个嘅香港嘅曼德拉，香港嘅民主之父，香港推动呢个民主过程嘅第一人。咁啊，当然即系佢有佢嘅呢一个盘算啦，即系四方各面嘅唔同颜色嘅人服唔服佢系另一件事啦。咁佢有佢想希望做到呢一个嘅高度。咁你特区政府或者你中共，你点解会睇唔捻到黎智英系判死嘅咧？系咪？但系你做呢一樣嘢嘅情況之下，禮手就掟鳩佢走，屌你老尾閪，冇眼屎乾淨埋，賣過呢一個嘅 token 俾呢一個嘅西方國家，啊你咪屌你乜與人為善咯，乜撚嘢方向都好，屌你咩就保外就醫啊，屌你咩冚家產啊呢樣佢，你唔撚係，你將佢變撚咗頭號嘅恐怖分子，頭號嘅反中亂港嘅，屌你老尾嘅外國勢力嘅，屌你嘅代理人，你一直行撚到尾，咁你咪成全咗黎智英咯。你成全咗黎智英之後，你咪俾撚曬所有口實，西方國家屌柒你，話撚到明唔係咁撚樣啊！屌你老尾閪！你而家你個國安嘅審訊又冇陪審團，又唔撚透明，拖撚咗咁撚耐，一個黎智英喺度已經咁撚大鑊啦！之後仲有咩無掹證啊？屌你老尾閪！冚家產啊！亦依一個嘅何秀蘭啊，係嘛？個屌你老尾郭家麒啊，四廿七人案啊，仲有咁多個千幾個嘅政治犯，喂！一个黎肥佬喺度咁捻大镬啊！你之后过落去，你继续落去香港，俾人哋揸住你嘅口实，屌你咩审判不公啊，司法制度崩溃啊，屌你咩中国参与啊，净系一个都入捻晒你死罪，跟捻住又制裁又屌你又谴责。但陈国基，你哋回得几捻多封信啊？但系个关键系香港死鸠咗啊嘛！香港玩捻完咗啊嘛，俾你班捻样系咁依屌你老尾閪要。这个的肥佬禮令到他成仙成佛，令到他屌你老尾在最后人生里面最后那一嘢被你中国共产党混一世，屌你老尾死在监狱之中，然后他屌你老尾名留青史，他什么女人都屌过，什么嘢都吃过，什么嘢都屌你老尾好酒都喝过，又在法国里面屌你老尾冚家产又家厨又柒柒又性性，什么嘢叹过晒，他现在信了天主教，他就跟着耶稣去孭十字架上山，然后屌你老尾被钉在十字架上，以他的鲜血洗死人之罪，他根本是行紧耶稣要行那条路的嘛，你们都不明白的，你还要成全他，你成全他没所谓啊，你搞得香港都閪冧啊嘛，是不是？你根本你就给了位他们上，你明知他们屌你老尾是给了千军万马他啊，香港都没有办法搞独立的啦，你还要屌你老尾是硬硬逼他说要屌你不制造独立勾结外国势力，砌鸠他生猪肉。令捻到佢个光环大捻到屌你老尾閪冚家铲，依一个悭电胆咁样，你咪中鸠晒服咯，系咪？根本肥佬礼就系有心要屌你老母宣道嘅，我都睇得出，你班嗰个捻样都睇唔捻出。但系依一镬嘢就一铺清鸠晒袋，全部几百万嘅香港人嘅福祉就冇鸠晒啦。嗰啲成日都话我哋喺海外唱鸠香港衰啊！屌你老母说好香港事故啊！屌就鸠香港衰啊！其实你谂下，边捻个搞捻到香港冇困难？唔捻系我哋啊 ，OK？ 系中国共产党啊！
中国共产党明知咁样样去做香港閪紧嘅，个樽袋爆硬嘅，佢都要咁样样去做。你 proof 乜捻嘢啫？你 proof 你屌你老母系啊！证明咗黎智英系一个烈屌你恐怖分子啊！但系你要冚家铲，中国经济閪捻晒，屌你外资撤走晒，香港玩捻完，系嘛？你仲要成全咗黎智英，然后你自己又閪冧，人哋就可以顺利撤资。顺利屌你揾藉口可以屌你老闆喺马上开刀，美国佬啊 ，Jimmy Lai 啊，肥佬仔个名叫做美国佬啊，讲又讲话唔捻怕同你竞争啫，讲又讲话唔捻怕你中国屌你咩超越佢啫，你信唔捻信啊，戆鸠仔，美国佬都唔捻知谂啲乜捻嘢个方法，如果你真系正正经经俾心机做世界工厂，改革你个屌你老母嘅依一个嘅政治，改革你嘅体制。将啲人民重新带翻好，屌你老味閪，将个中国有心做好佢。你做多几年韬光养晦，你赚嘅外汇啊，之样嗰样啊，加上大陆里边个世界工厂攞捻晒全世界嗰啲订单 ，Panada 又攞，杜蕾斯又攞，屌菊花牌手套你又攞，骆驼七你又攞，根本佢哋已经脱离唔捻到，佢哋自然会输噶啦，佢哋。你搞捻掂你哋啲屌你老母冚家产啊！你嗰啲冚家产唔好贪污。唔好俾你啲钱走捻咗出去，净系走出嗰啲钱啊，去建设个中国啊！美国佬都唔捻够你斗，你哋自己搞唔好你自己嘅嘢，人哋批评你哋，希望你哋改好嘅，你就屌你老味当捻咗个恐怖分子，系嘛？而家你逼捻到屌你咪黎智英成仙成佛，搞捻掂食碗面，你自己就屌你老味系冚家铲啊！系啊，你钉死咗佢啊，你自己都死鸠埋，屌你老味你自己都睇鸠死鸠埋，黎智英。你都我听今集嘅依一个香港人，sorry 依一个英伦 OT， 我哋最捻怀缅嘅苹果日报就系有骨精强同埋肥龙，仲有濠江夜游。屌你老味系去晒濠江所有嗰啲乜捻嘢桑拿、真人相啊，边捻个女仔中意双飞独龙转啊？喂，我哋睇捻到，屌你老味骨精强手记系嘛？屌你咩中环托派几捻好睇啊？屌你老味系个捻样信捻咗教之后，冚家铲佢 cut 捻咗个豪情版。做捻咗圣人，喂嗰阵时屌你老味成本苹果入个唔系好睇，大家都知道发生紧啲乜捻嘢，跟捻住又去弥撒，又屌你拜捻咗神只君为师咁捻样，你都知捻到佢已经系全心屌你老味系要彻底改过做翻啲嘢出嚟，你知捻到佢谂啲乜捻嘢噶啦？讲真，咁捻屌你老味出捻晒面嘅嘢系嘛？佢又唔捻走，你都知捻到佢做乜？你都系要俾佢位佢上，俾佢搞翻到个屌你咩啊！黎智英啊，真系一个唔觉意冻亲死捻埋啊！屌你老母烈士啊 ，bingo 啊！屌你都名留青史啊！黎智英写紧自传噶啦，我有老友帮手整紧个英译本啊，甚至无个个去揾个阿教主，叫阿教主屌你咩做一个嘅访问，讲佢对黎智英嘅呢一个嘅感觉啊！咁啊，教主后屘唔捻制啫嘛，系咪？佢已经系铺捻排晒，有晒英烈传，有晒 biography， 屌你老味喺搏紧海外啲人帮佢，应该搞和平奖定系依样嗰样那样，只要佢一死就搞捻掂噶啦，系咪？屌你老味即刻成仙成佛，屌你诺贝尔，哇家族门楣光耀晒，喂你睇捻到噶嘛？你夹硬要屌你老味喺捧佢成全佢，你咪真系戆捻鸠咯，系咪？咁但系个问题系。你就要将香港的所有的福祉破坏，你要想返你成日都话呢班撚样搞乱香港，嗱你嗰啲阿叔啊、维园阿伯啊、茶餐厅陈屋啊，个个又话哎呀订招啊搞乱香港啊，整到香港冇运行啊，丢你老味系点解唔知边个搞乱咗边个香港冇运行，系咪？你而家你焗去，系咪你焗去？咁你咪丢你老味系，成件事就跟捻住黎智英写嘅剧本去行啊而家。你成日就将香港就用你共产党嘅剧本，屌你咪跟紧住佢行，系咪由乱变自由，自及兴？哇！改革一个嘅区议会选举，完善咗一个垃圾局选举，哇！又有夜缤纷，啲人出翻翻嚟洗钱，哇！通翻关，歌舞升平，由乱变自，掂捻晒。你跟紧住，屌个世界都唔肯系咁，你跟你剧本行啫嘛。但你而家就跟紧咗黎智英个剧本行，你咪你几捻戆鸠，系咪？你咪几捻戆鸠，系嘛？屌你咪！我哋啊，仲快捻过啊！十九才子同埋鲍伟聪所讲啊，我哋一早已经讲紧黎智英就已经系屌你老味閪，谂捻住做圣人啊，
昨日他们那集的屌你老尾的这个的风云谷啊，他只讲这样东西。我是几集前啊，我已经批死啊，你大家问啊，大家我好很多之前我已经讲了咗，黎智英根本就如果要做烈士要做圣人，你中国共产党搞了他，是吧？嗱，我冇话阿黎先生做得唔啱啊，嗱，你搞清楚，我只系有一个客观嘅情况。如果你系中共，你要打翻呢一张牌，明知人哋张牌咁样打，你仲屌你冇松张，知人哋叫佢万纸二万啊，要唔要啊？三万啊，要唔要啊？砌捻到佢十二飞，系嘛？然后屌你俾冚家铲俾黎智英，屌你俾自摸搞捻掂爆棚，讲捻完，系嘛？屌你俾你中捻晒伏，一早就应该放佢走，睇佢做唔捻到嘢。黎智英在海外亦都可以发挥到佢嘅，但系你俾捻咗条路，佢一定要行一条最终极嘅路。而呢条终极嘅路就系俾捻咗外国势力可以用口实屌柒你，搞鸠你香港。你香港班咁嘅鸠官戆鸠鸠，全部中鸠晒服，跟捻住人哋批评你，你好似陈国基啲咁冚家铲还拖喎、啊。屌你老母閪，你冚家铲你陈国基你驳嘴喎、啊，大炳强嗰啲屌你老味閪覆桌喎。咁咪屌你咩求人得人咯，屌捻掂捻晒咯，讲捻完啦，睇睇埋呢个新闻先。真系戆鸠啊！呢扎人。自由研究所与加拿大飞沙研究所19号公布了2023年人类自由指数报告，在全球165个司法管辖区域中，台湾排名第12，是亚洲第一。瑞士则是继续蝉联全球人类自由指数最高的地区。人类自由指数是依据包括个人、公民与经济自由等广泛的评估数据，呈现全球的人类自由状态。评比的依据是使用86个不同的个人和经济自由指标做评比，包括法治、保障与安全、移动、宗教、集会结社与公民自由、言论与资讯、人际关系、政府规模、法律制度与财产权、健全货币、国际从事贸易自由度与规定。报告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人类自由严重恶化，许多领域自由度都呈现下降趋势，法治自由显著下降，行动、言论、集会结社与贸易自由也呈现恶化。不过台湾跟上次2020-2021年的评比相同，都是名列世界第12，日本排名第16，南韩第28，中国则名列第149。香港与上次评比大幅退后，从29名跌落到第46名。排名前10的国家区域依序是瑞士、纽西兰、丹麦、爱尔兰、爱沙尼亚、瑞典、冰岛、卢森堡、芬兰以及挪威。以区域分析，自由度最高的是北美、西欧与大洋洲，自由度最低的区域落在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的南非洲以及南亚。人间福报综合报道。嗱，有啲撚樣入嚟挑機咧，我就即係都有啲啟發嘅。即係睇完阿陳國基呢個戇鳩人咁樣樣，即係人哋一出篇文章咧，就屌你屌柒佢咧。咁啊，呢排我心情就好啲，咁我就費事揾你班撚樣出嚟抵期，我就衝上去就嗨撚咗你就算撚數啦。因為咧，即係可能你啲撚真係好撚賤，佢老母成揾成苦悶，佢第一日嚟挑機咧，我跟住屌撚咗個老母飆水咧，咁我諗即係中正佢哋嘅懈懷。咁而家陳國基啊、鄧炳強啊、屌你老尾依一個嘅李家超啊、葉劉啊呢啲嘅戇鳩人咧，人哋講你啊，你唔撚得啊，咁啊跟緊住就發撚曬癲咁樣爆屍屌咧。咁我諗翻起咧就我都唔應該咁撚樣去做。如果唔係我有口話人又冇口話自己，咁啊所以咧你就係個陳碌咧入嚟挑機咧，我就 delete 咗你或者我 high 撚咗你，我就費事回應，唔好嘥波鐘，因為我做兩單新聞仲想講 ，OK？ 因為唔好撚嘥大家嘅時間，我可以專心啲屌柒呢啲戇鳩嘅人 ，OK？嗱，我始終覺得有啲人話我啊，你香港，譬如你著落雨，你不如翻嚟從政啦，點樣領導世界啦，如此類推。我話俾你聽，我係唔會做到呢一樣嘢嘅。我嘅性格話俾大家聽咧，我性格大大開大合，我喜怒太形於色，我太撚關注各位民生嘅呢啲嘅需要，我唔係一個殘忍嘅人。做一個政治嘅人物咧，對自己好撚殘忍，對政敵好撚殘忍，對屌你老尾喺周邊所有嘢都好撚殘忍，我係做唔撚到嘅。OK， 咁啊，所以咧，如果你問我要做從政咧，第一我又唔中意同人哋嘈交，因為依家有啲嘢我就拍台屌柒人，咁啊過往我底又唔肯好，係咪大把黑材料，自己知自己事，咁而家談笑風生，屌下人係嘛，即係嬉笑怒罵，咁啊即係呢一個嘅屌你兩尾閪，屌爆天下，咁啊幾撚開心係咪啊？你哋可以就你哋發笑，
咁我可以一啲嘅思維俾到你哋，咁有心人聽緊完之後，佢覺得可以利用到我嘅一啲嘅睇法去做啲正經嘅嘢，咁我亦都可以生命影響生命，好似琴日黎智英咁樣，人感染人啊嘛，啱唔啱啊？咁所以係嘛，即係所以我而家我都費緊事搞咁樣多屌嗰啲咁嘅時間，用心啲講俾大家聽我啲分析啊，好反而會係仲好。啲毛咧就見一個就屌，見一條掹一條，屌你老尾，好似你個春袋咁樣，生條鳩毛出嚟，屌你老尾，唔撚好睇喎，春袋應該圓圓潤潤，好撚平滑。皮乾肉滑咁撚樣，一見到三條屌你老味嘅閃電毛出嚟，就攞個鉗去鉗鳩咗佢，就係咁撚簡單，唔好講咁撚多嘢。OK， 好啦，我會唔會係一個暴君？我絕對會係一個暴君添啊！同埋咧，我有啲嘅撚樣咧，我有時一衝動起上嚟，我就滿門抄斬啊！屌，仲要行似一個極刑，屌你俾冚家產斬甩佢四肢，捉佢做一個打一個瓮缸裏邊抌啲屎落去，屌你咁去發炎，你冚家產死嗰啲添啊！啲嗰啲嘅最係啲撲街係嘛？最撚興我快意恩仇，所以我就最撚做，所以唔撚得噶。所以咧，我唔可以做一個政治嘅人物嘅，咁所以大家要了解，同埋我太中意即係笑傲江湖啦，太中意即係屌你老尾，即係隨心所欲啦。你做得一啲嘅政治人物，做官啊各方面嘅嘢，對自己嗰種約束咧，的而且確咧就好撚難搞啊！自己知自己事係嘛 ？OK， 好啊，繼續。頭先咧就係講香港嘅依一個嘅自由度，咁啊香港。當然就屌諗撚到閪諗啦，即係呢啲我都唔撚講三幅皮啦。即係大家喺個 chat room 裏邊呢2600人 ，OK 睇撚咗咁撚多集嘅鱷魚潭嘅朋友，跟我 MHKTV 嘅老友記聽我哋嘅評論都知道香港連屋企有兩本書都俾人拉。屌你老味閪，你喺條街裏邊拉二胡，嗒嗒嗒嗒嗒嗒嗒又死 ，OK 冚家產著黑色 T 恤又唔撚得。孭个背囊，屌行年宵又俾人要去搜，屌你老味閪！你做乜捻嘢嘅题材，写啲咩嘅歌？你搞到潘元良先生都要屌你老味閪，要另一个嘅笔名，林夕就变捻咗唔知乜捻嘢嘅，屌你老味蝶名系嘛？无名氏系嘛？你屌你老味，你啲剧种啊、编剧啊，限制晒你所有呢啲嘅 topic， 搞你又唔家产，你要睇边一个嘅 YouTube channel subscribe 又话要拉又要锁。俾錢睇 Patreon， 你又屌你老闆閪話你資助，屌你老闆嘅反共勢力。喂，咁你諗下啦，唔撚使講啦，係咪啊？再講都屌嘥波鐘啦，係嘛？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嚇，我餘大哥唔知點算好，冇咗近幾年嘅依一個嘅記憶，唔緊要嘅，你可以咧，你第時如果手頭鬆動啲咧，揾啲催眠師啊，其實可以幫到你手嘅嚇。有啲催眠師係可以做到依一樣嘢嘅。詳情咧，大家可能唔知啊。其實方展博啊，係一個嘅催眠師嚟噶。方展博咧係有牌嘅一個催眠師嚟噶。所以大家你睇英倫 OT 咧，其實集體俾阿方展博咧就催眠緊嘅。啊 ，OK， 咁啊，即係可能我都俾阿方展博催眠緊都未定。OK， 好啦，咁啊講翻啦，即係唯一一個點我想講嘅咧，我會認同一個嘅 point 咧，係阿教主喺鬱敏踩場佢 bring up 嘅一個 point。我覺得呢個 point 咧，好值得我喺度再同大家去 share 嘅，就係呢條嘅新聞，好明顯係台灣嘅新聞啦。咁啊，台灣當然佢哋開心啦，即係自己係全個世界自由度、人類自由度最高排名第十幾嘅依一個嘅亞洲第一嘅依一個嘅城市啊、國家係嘛，比日本排名仲高。咁啊，當然嚇，即係我哋香港自己攞嚟閪嘅，唔好怪得人。你新加坡啊、日本啊、K 啦啊，過鳩曬我哋頭。唔撚係你哋叻，係我哋自己攞嚟閪 ，OK？ 自己自甘墮落，自己拿個出刀，屌你老母碾爆咗，係嘛？自己淹自己，唔關你哋叻嘅事。新加坡唔好撚以為你哋屌你老母俾我哋香港人自由，你哋班冚家產含撚吹簫都唔撚得 ，OK？ 食香口膠又打騰 ，OK？ 屌你老母閪口膠又屌你都犯法，係嘛？係我哋自己香港攞嚟閪嘅啫，啱唔啱啊？咁所以咧，但係個關鍵係咧。台灣呢，我有一個最大的這個看法呢，就是香港奶撚咗嘢，你哋可以知撚到一國兩制唔撚可以行。如果唔撚係我哋香港人，屌你老尾係死傷無數，家破流離，屌你有乜離鄉別井，係嘛？香港屌你老尾冧撚到咁撚樣，你哋屌你老尾係醒目嘅台灣人，你就會知撚得到一國兩制係揾笨柒嘅。唔好再信國民黨，屌你咩咩撚嘢和平統一啊嗰啲 kick clack 嘅嘢。嗱，你就係個柒頭，見撚到屌你咩香港搞成咁，
即系教主成日嗰啲咩哀咩物喜嗰、那个嗰、那个字，我唔捻识点读啦。但系个关键系你冇捻安慰个香港人，敌忾同仇，因为香港人就系共产党嘅屌你老母嘅受害者，而共产党嘅矛头搞捻完香港，搞完澳门就要搞鸠你台湾。我哋就系今夕唔招归故土，啊他朝君体就也相逢。OK， 你唔好捻以为屌你老尾系冚家铲，我哋濑捻咗嘢，你哋就屌你老尾好捻值得开心。你基本上安慰啊、同情啊、打气嘅说话，呢啲唔捻讲啊！香港屌你老母，跌到咗46位啊，抵捻死啊！咁样样，咁啊，即系讲真，我自己又觉得就真系几捻凉薄嘅，系嘛？即系一直以嚟，香港人都对台湾人都冇乜太大嘅一啲嘅睇法，系嘛？即系我哋同台湾好多嘅朋友亦都屌都 OK， 但系你民进党有一个政府咧，你咁捻样即系攞呢个嘢嚟搞咧，我觉得就系几唔捻应该嘅。即系你嗰个论调，好似香港我哋就抵捻死，我哋香港咧就屌你老尾閪冚家铲啊，屌你咩沉捻咗，幸灾乐祸，系嘛？哀经勿喜啊！屌你老尾閪，俾个翻书仔，俾个土生仔教翻个中文啊！真系仆街啊！真系，系嘛？咁你谂下，系嘛？你即系你要谂，我哋用我哋嘅鲜血，用我哋嘅躯体，用我哋嘅前程，做咗一个 example， 话俾你听。一国两制是不能 work， 千祈不要重蹈覆辙。现在拿了嘢，不是我们香港人屌你老尾在投共拿嘢，而是抗共之后 demonstrate 给你看，不可以这样样。你不能跟香港打气，你不能支持香港，屌你老尾是都没有问题。你不要嘲笑香港，抱以一个不能关你事，看着你香港欺冧，然后你屌你老尾开香槟，是吧？这样就是很戆鸠。系嘛？即系你依、這、一个，你应该要亦都要拉香港人嘅依一个嘅支持，系嘛？你唔好更加唔好捻讲啦，咁捻多香港人过捻到去，你屌你老尾搞捻到佢哋班咁嘅捻样，俾我嘅感觉就似乜捻嘢咧？就似依一个水浒传梁山伯嗰阵时，林冲上捻到去梁山伯，系嘛？去投靠一个叫白衣秀士王伦，屌你老尾系王伦知道自己废柴唔捻掂，系嘛？又怕林冲顶捻咗佢个位嚟坐。对林冲诸多打压啊，屌各方面嘅，屌你老尾嘅依一个嘅限制啊，屌你咩羞辱啊咁样样。而家咪似屌你老尾过捻咗啲台湾人，去咗到台湾里边香港人，样样嘢你欺冧乜捻嘢都俾我过嚟，过捻咗之后就乜捻嘢都唔捻得，你真系玩鸠人，系嘛？屌你老尾系咁，所以咧，即系我有时会觉得睇呢条片，即系啊香港大幅落后啊咁样，跟住即系你又睇嗰啲。不能同那些時事評論員、啊、就是將香港現在想想當、啊、或者是怎樣樣、啊、他們沒有一些 sympathy、啊、英文叫 sympathy、啊、同情心、啊、有些傷悲、啊、流淚、啊、沒有、啊、OK， 即是我相信如果將來真的武力攻台的時候打台灣，我們香港人一定會為你流眼淚，但你們屌你老闆見到香港賴嘢的時候，你們這樣屌你老闆，你民進黨你們這樣樣，是吧？真系屌你老尾閪，真系好捻心淡啊！有时见到啲咁垃圾政客，系嘛？即系唔系我即系听阿教主讲两句，咁我改捻咗一啲嘅睇法，而系你见捻到香港出捻咗事，系我哋真真正正系要去抗共，而你亦都系应该要抗共。亦一个嘅伙伴，你一个嘅屌你咩 suppose 系 partner 系战友，濑捻咗嘢，你屌你老尾閪，你富民都唔捻发句屌你有冇冚家铲，你开香槟饮嗰下嘢，屌冚家铲啊嘛！系嘛？咁啊，所以咧，即系唔好咁笑鸠香港，因为你一个唔觉意，你俾共产党屌你到尾啊！依一个嘅习近平咧，我讲我最后呢单新闻啊，冚家铲啊，佢话一定要统一台湾嘅，到时你嗰阵时真系冚家铲得道多助，记捻住依样嘢，与人为善，香港欺冧唔多唔少，都有一个嘅对你嘅台湾有益处，俾你大家醒觉，知捻到你哋嘅国策要点样样去行。八九啊，信屋都閪冧，梗系啦，搞唔捻掂啊！你啲铺租咁捻贵，做唔捻到，冇生意搞唔捻掂，系嘛？好 ，anyway， 好讲多一个新闻啊，我哋讲埋依一个嘅，屌你老闆閪，最捻好笑啊！依一个嘅捻样咧，死都话依一个嘅等等啊，林世雄啊，死都话香港依一个嘅海运仍然有优越感啊，真系。大家知唔知道依一个嘅布拉格系有严重嘅依一个枪击事件啊？咁啊死因咗14人啊！咁呢个捻样凶手咧，亦都死鸠埋，咁啊亦都咧就怀疑咧佢喺屋企打死咗老豆，仲杀鸠埋自己个女啊！
咁啊，究竟系咩人咧？我就未知。咁啊，啲政府话未必系同呢啲恐怖突袭啊、仇恨啊、种族仇恨嘅呢一啲嘅捻样有关联。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各位 MHK 的观众注意啦，由2022年1月1号起，鳄鱼潭只会上传到 MHK.TV 的网站和 Patreon， 只供会员收看，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的影片。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鳄鱼潭的，可以去下列 MHK.TV 的网站付费，和到 Patreon 注册会员。